Hello，大家好，我小九，刚刚睡了一下，因为今天出去玩的比较累，喝个药行。这2天不舒服，嗓子不舒服。前几天感冒，然后现在好了，但是还有点不舒服，喝点药。还在外面干什么？这么大声吗？跟大家说一个事情，有一个朋友给我们寄了一对手表，情侣的。我想着还挺好看的，这个是女士的。这朋友太有心了，还挺好看的。我说，真的是男士的。不知道老坛戴上去好不好看？就是我也不认识这个手表，我也不知道贵不贵重。朋友，你有认识的吗？是我们一个朋友寄来送给我们两个的，我们也不太懂这个。看着还是挺好看的，非常感谢这位朋友，好耶！看一下，因为昨天我收到的快递，然后比较忙，没有拆哦。今天拆了之后，我就把它放出来了，我又忘记了，刚刚突然看到放在这里，拿去给老谭看一下，他喜不喜欢。一个朋友送的吧，毕竟是人家的心意嘛。你在干嘛？煮粥吃点青这个是菜。什么？青菜。我进去啥？看看就行，应该没事吧？今天可能有点累吧，跟他说了多少东西了。过来给你看两样东西。这是一个粉丝朋友送了一件礼物，这那个手表啊，怎么送手表呢？我也不知道啊，这不是送我吧？我也觉得，但是他用的是不好意思拒绝，但是我们这很正经的，你试一下，不知道防不防水。我好像很少看到你戴手表。以前那干活试一下嘛，我看看。旺财，你在干嘛？旺财，饿啊？刚煮吃东西的。我不会做，我没有。哎，他这个不可以调节的。这种，哎，它好像可以，但它只能点。人就送满了，手多大？那要改一下。是一个粉丝朋友送的，他说这是给你的。是那么贵重的东西？我也不认识手表，我也不懂，因为我人不戴手表。这个给你的啊，我放这里，等下你拿回家听好。你帮我收好吧，我收哪里？我丢三落四的。我也是啊，你看你把它放在一起吧。我试一下，我的这个挺小的，我也能戴。这个怎么扣的？对，就这样子扣下去。啊？
弯下去，中间往里面弯，啥？中间对折这里往里面弯。哦，这样。啊、对哦，这样。你的手好黑。哎，是吗？是呀。是什么扣不上啊？是我胖了？嗯？是是这样的，我扣不了。大一点，大一节嘛。太大。不过我们现在干活累，里面弄坏了。先聊这些嘛，就是到时候有重要场合的时候再。那你自己放。你把我放在一起。我等一下搞丢了。你就问你跟你两个在一起。那我就放在房间桌子上。啊。下次有什么需要用到的时候再打针，不能坏啊。嗯。这个蘑菇我最喜欢吃蘑菇，菌类的。这是到底行不行？可以看吗？但是我喜欢吃长长白白的那种。还有那个凤尾，还有那个凤尾菇。外的口味嘛。我家里我想吃这个。青菜，哦，那个润喉糖买的那个。院子里面的青菜要打药，不打药吃不到，不得吃了。要买点药了。啊？买点药了。全部都是虫，哎呦，有水，还有水。哦，哎。要把这个盖住。你要滴到那个插排里面去。我要从这个生菜，怎么会这么多水呢？这个菜，哎，人家肯定会放水洒水的吧？卖菜的不会洒不洒水呀、啊？啊？卖菜的肯定会洒水的。烫点青菜吃。我这是煮了烫青菜的呀。嗯？是煮了烫青菜送粥的呀。烫这个生菜，那还有那个呀，豆苗。那个不好吃。有点重，我那个我会放糖水。因为那昨天烫的时候，它有一些骨头渣渣跟着一起，然后挑不出来。今天弄好了。不知道。今天不是过冬吗？满了。嗯。看了去嘛，够了，你要那么多水干什么？倒点水，浪费。你这靠不够，够洗就可以了，你要那么多水干嘛？你看我烧饭锅，好像我们这边广西的话，过冬好像比年还大哦。人家说过冬要吃饺子，要吃什么？我们啥都没吃。我们吃青菜，干嘛这个这么多那个？大装东西让它放上去了。这两个东西。这个配菜啊，放不放？这个放冰箱，放上面它会皱完了。水果放进去。水果吃，把它给吃了。嗯、这个等下把它放冰箱去。过两天你生日了，你看我还记得了。哦，真的，我表扬一下。你好像是吧？这个菜为什么粉红色的？不知道，这是想要什么礼物？不知道，那个我能想要就能得到的话，这个东西。那你最想要的是什么东西啊？我想要换个车。这个有点难，那你就说你现在缺什么东西？嗯，我现在好像不缺，不缺什么。你不缺、啊？目前好像没什么可缺的。
那打工日怎么过？嗯，不知道。哎，你这两天跟我弟做的习惯了？习惯了。我怕你们不习惯。就烫这两颗青菜吃。男孩子基本上都有地方可以睡，够暖和，在哪里都习惯了，猪圈里面都能睡得着。那今天晚上把那个猫笼收拾一下给你住吧。我们屋里真实的就是想要什么东西，你缺什么东西。我也没有什么缺的嘛。哦，拿一张那个。那你会送什么给我？我不知道你缺啥呀，我送什么？我缺什么？我缺的有点多呢。你要问我缺啥，我又觉得我什么都不缺。你要让我想一想，我觉得还什么都缺。收了吧。那你干什么的？